不过有钱没钱都要好过年，迎接2015进入倒数。现在台北101的烟火呢，他们是公布了烟火地图，帮你选出11个最佳欣赏地点。跨年重头戏，台北101烟火不想错过，站哪里看位置最好？今年101大楼告诉你。位在101东方的象山步道，沿途有多处平台可以看到101大楼，还能饱览整个北市景色。不过因为是摄影爱好最爱，想去得提前卡位。内湖剑南山跟象山刚好反方向，只要找到空旷处，不仅都可以观赏到101烟火，还能同时看美丽华摩天轮。比较可惜的是距离远了一些。还有位在101西南侧的四四南村，有大片草坪可以躺着看烟火，过去就大受年轻朋友欢迎。其他周边包括年年举办跨年晚会的台北市政府、松仁路上的国泰金融会议中心、松寿公园、基隆路信义路口的天桥和台北医学大学附近空地，都拥有绝佳的视野角度。加上平时就是不少游客拍摄101的彩虹河滨公园、国父纪念馆。不过除了这10个地点，还有一个地方。直接站在101观景台里头，就像站在烟火上，不仅享受不同角度看烟火的乐趣，近距离震撼更是难得体验。另外冬天东北季风强，也提醒要看烟火最好避免选在101西南方区域，才不会被烟雾遮蔽。2015还没到就先扫兴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